大家好，我是阿财，来猜猜看，今天这个箱子跟我们室内设计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猜猜看，猜猜看，有什么关系？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我们今天来拍一个跟室内相关的工具。工具，这是工具。做事的时候不能这样开玩笑，这是很正经的一个工具。大家猜猜这是什么工具？想看这个大小，这个大小。这个大小吗？有关，系统柜也跟它有关哦，跟现场也有关。对，我知道最新的水平仪对不对？不是，这么小的那还有什么东西？卡尺也不像啊。好，我不告诉你，我现在来开箱我们的另外一个箱子。好，开箱箱子，开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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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DJI 的 Mini 3 Pro， 为什么它跟我们室内设计有关呢？其实我们到一些暗场去啊，收集越详细的图纸，对我们是越有利的。因为我们在后期讨论的时候啊，比较有东西可以参考，不用一直跑现场。所以这东西我们认为是必备的。其实我之前有买过一台是 MPV 的，不过 MPV 它是属于怎么讲，就是穿越机的。就穿越机的话，它可能比较不适合在现场出现。但是这一台啊，它就是专门的。你要出国旅游啊，或者是说要到处去玩去拍 vlog 啊，这是非常适合的。就现在看到很多网美在拍那个摄影师跟环岛的你跑的东西啊，很多没有摄影师都是这台在跑的。我之后会开个节目测试说这个在现场它到底有多强悍。好，我们现在开箱好了，开箱喽，我要跑边过去吗？不开箱。因为现在全世界蛮多国家都规定红牌机的那个使用范畴，对，它很多地方都是禁飞或限飞的。但是呢，这一台为什么要买？为什么它会大卖？就是因为啊。全世界都规定在250克的重量以下的红牌机才能够升空，就是你不用什么执照就可以随便升空了。这一台，它刚好做到249公克。哇，闪过了哦！249公克代表什么意思？就是你是在合法范围的边线内，你要记得不能乱贴贴纸，或者是你的手汗摸着，它就超过250克了。啾，你看，它有个屏幕，副屏幕。我这样就正好像打电动哦、喔。好像出去哦、喔。对啊，我超想玩的怎么办？不是没动哎。而且它很好玩，它的探头器竟然是，我刚才拿错边了，这个是就是外行人在拿。还有什么东西嘞？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嘞？这个哈，因为它就是类似就是旅行组。什么叫旅行组？是它为了它的设计是为了让你到世界各地或者是出门旅游都很容易携带的哦。它里面有送你备用叶片，这叶片我跟你讲，这个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哦。它来看这叶片，看这叶片，就看一下它，看，就往下，往下，啊，片片，片片皮，片片皮，在贴起来在蒸嘞，安尼。好帅哦！啊，我跟你讲，这应该会有人去贴保护贴。应该可以哦。哦，可以哦，可以哦，可以哦，很可以哦。要小心。哎，别惊，我买保固。这个保固听说啊，它飞到海里面去啊，它是便宜台新的。真的？真的，这么爽？真的，因为我上台 MPV 有买啊。我喜欢，我要去撞树，就没有撞到，没有勇气去撞树，所以我一直没有用到保固。我们先充电了，充电完之后，待会儿我们就直接出去飞。我们现在试飞了哦，都没有飞过，刚刚要飞而已。来，靠近，首先要把这个保护盖拿掉，保护盖拿掉。保护盖拿掉意思是什么？这云台才会动啊，它是保护云台不要被撞到啊。然后搬开，对啊，搬开，搬开，听说应该这样就可以的。然后这边是快两下按住，来开机了。遥控器也一样，快两下开机。它云台在飞的时候本来就要自由行动啊，它上下左右自由行动啊。那防护罩是说你在收起来的时候，怕你撞到云台断掉啊。
那防护罩只是不小心才被撞到而已啊。他在开机之后就会看到那个画面，你看，看怎么样？有看到我？有看到我吗？就是平衡档，就是比较低速一点的，比较安全一点。哦，低速一点。我一开始先试飞是用低速一点比较安全。对。好了，可以起飞的了，按这个起飞好了。咻，按下去它就起飞的了。按住起飞，咻。起飞起飞了。没看到。你高一点。你看看到画面吗？好，旋转一下。没看到。冲啊！我干嘛你知道吗？我想让他跟着我们。来哦，转到我来哦。你看，你看，你看后面，他看到我了，他看到我了，锁定。来看，我要看一下跟随。快对话吧。哎，我对话了哈。我看不到他，他应该跟着我吧？我没有控制他、啊。